梁村守护者四之决战四时代黑夜之战。不要了吧。要不还是别了吧，我总觉得这样住回狼堡不是太好啊。为什么呀？狼堡可是你的家呀。就是，而且你还是小灰灰的爸爸呀。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让你们好好相处，就别犹豫啦。哎呦，还是算了吧，我伤的又不重啊。你好，小灰灰。喜羊羊哥哥，你们这是？你爸爸的伤又复发了，很严重的，必须有人照顾才行。哎呀，疼疼疼啊！这是补营养的，这些是药，记得一天一换哦。那灰太狼就交给你喽，小灰灰。再见。哎呀，疼！快进来吧。儿子，你饿了吧？不饿。爸爸给你做你最喜欢的蛋炒饭。你没事吧？我做好了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哎呀呀，脚好疼啊。小灰灰你好棒。要看电视吗？我陪你呀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蛋挞看起来好好吃啊，怎么做的？长大了不就会了吗？长大了挺好的。你输了。儿子，你还记得以前我们一起玩水枪吗？还不出来？竟然被你发现了。别再挣扎了。儿子，就是现在。我们赢了。儿子，你最害怕打雷了，今晚我们一起睡吧。儿子，等等我。儿子不用怕，爸爸陪着你。好吧。哎呦，怎样才能和儿子搞好关系呢？这些是小灰灰小时候的玩具。这个灯竟然还能开。真令人怀念呐。不过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哎呀。小灰灰怎么还是不搭理我呀？他现在只是不习惯而已了。他那么善良，迟早会接受你的。别的不说，小灰灰可是遗传了我正义善良的优良传统啊。见过他吗？小灰灰。他怎么了？他搬了我的东西，我要找他。搬了你的东西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呀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一定会带他
来找你赔罪的。灰太狼，你的轮椅。放给我，我还有事。走，带你去道歉。你在说什么？有人吗？河马大哥，小孩子做错事肯定要道歉的。这些都怪我，这些年我一直没有陪在孩子的身边。他会犯错，也是我的错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是来谢谢他的。啊！早上我不舒服，是他帮我把货搬好的。我想送他点糖果作为报答，他又不要，只能登门感谢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对不起儿子，原来是我错怪了你了，对不起。谢谢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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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差不多得了。快要下雨了，我要回去收衣服了，也该走了。我就说了嘛，我儿子可是遗传了我正义善良的优良传统啊。儿子，饿了没有？爸爸给你。怎么突然熄灯了？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应该是象星石怪物，你快离开吧，这里就交给我来。可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我没事，我还有手套呢。手套呢？哎呀，糟糕，手套不知道放哪儿了。好暗呐！小灰灰，你在哪儿啊？小灰灰，小灰灰，小灰灰呀，小灰灰！哎呀，儿子，这是什么怪物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儿子，爸爸会保护你的。你的脚伤好了？光，他怕光，我们用强光应该能消灭他的。在二楼的储藏室里有上次暖羊羊开演唱会的舞台灯。你先上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帮我好好拖住他。来吧，小可爱，让本大王陪你好好的玩玩吧。出来！又躲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？我的影子不见了！这怪物原来是我的影子！居然偷袭我！哎，你这怪物还真是不讲，又想偷袭我，还没那么容易呢。知道本大王的厉害了吗？我的手电筒！
放心吧，小灰灰。我一定会帮你拖住他的。小灰灰，好了，终于等到你这句话了。儿子，就是现在。好。原来你记得。话说，你的腿。这腿好了吧？儿子，我这边搞好了。儿子，小时候玩累了，小灰灰也是这样躺在沙发上睡觉的。是时候出动了。